新列车长。你做到了我讲的那三个字。好。不要脸，真不要脸！伊为了唱这条吼，伊就可以拜托这两个跳舞，为了拜托伊两个就去买这两束纱。这两束纱，其实我听过，我看过很多男生唱过这首歌，但我没有听过女生唱过。哎呀，江志峰老师，你选哪两位？两位，其实他们两个我都蛮喜欢。请问一下，我们爱情连长到底要排第几？就在安美诺美白修护霜，我 MVP 秀。